大家好，我们是接待双 Q， 我是 Ducky 宗烨，我是小 Q 维林。我们住这个地方呢，已经住了满一年，还没有满一年哦，快要满一年了。现在是11月20几号嘛，嗯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是一月的时候住进来的，对，然后已经快要满一年了。我们住这个地方，小小的10平大的空间，已经住了一年了。我觉得一开始觉得阳台很大很棒，可是那时候你还在怀孕的时候就没有小孩，两个人就对，两个人很刚好。可是有了小孩之后就非常的挤，对，因为就是阳台大，但是室内太小，室内10平，而且没有隔间，其实真的非常不方便啊。所以我们前阵就在找房子，找了不算久，也算蛮刚好的。所以我们终于找到新的房子了，我们终于可以换房子了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的整理我们的旧家，因为我们快要搬家了嘛，所以预计是大概26号的时候要搬家。嗯，就是这几天，大家看到影片的隔天，我们就要请搬家公司来全部搬掉。嗯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的把东西都收起来整理一下。OK。对，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房子的近况怎么样。好，就是多拥挤这样子。我们婴儿床放这边，然后我的书桌的抽屉就会整个被卡住，因为真的完全塞不下了。那个柜子啊，然后接电视，又接书桌，然后又接婴儿床，又接床，对，就是真的非常的不够。然后这边的橱柜啊，就变成就是你要用橱柜的时候，比如说你要泡个咖啡啊，洗个奶瓶或是怎样，你就要把这个沙发往后搬，因为我们现在想要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个沙发贴到那个橱柜后面，这样我们平常生活的空间比较够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之前还可以在这边煮东西，但是因为小孩生出来之后，那边就有小煮锅，对，完全塞不下。然后那边也要放小朋友的东西，对，所以电磁炉也暂时都没在用了。对啊，门口进来就整个被沙发卡住，所以有人来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移开。对，然后反正我觉得就把这个沙发当成一种机动性，给它动来动去。对，因为它也很好推，所以原本有地毯我们也拿掉了。对，地毯也全部把它拿掉。对啊，因为真的有点卡。对，但是因为我们其实住在那边也住习惯，那时候我们去看新家的时候就觉得超大很大，然后再回来这边就觉得这边好小，但是其实也蛮温馨的。对啦，就有点住久了就觉得其实也不错，只是因为小朋友大了还是需要有大的空间给他爬给他玩这样。对啊对啊，而且你看如果有时候我们有客人来，然后你要哺乳就很麻烦，对，因为在同一个空间里面，所以我只能背对，要不然我就是厕所位。对啊，两个选择这样。对，就真的一个人住两个人住 OK， 但是一个家庭住完全不够。虽然阳台很大，对，阳台很大，就是晒衣服有时候可以看风景这些。对，然后可以给 Peter 拍很多片。对，我们阳台系列，阳台系列应该有5、6集吧，啊，很多集耶，就是，很大，但是我们平常几乎都在房子里面，因为小朋友也不能一直在外面这样子。对啊对啊，所以其实一开始很心动啦，到后面真的哇哈，就两个人可以，夫妻或是新婚，或是情侣很适合这边，但是家庭就会太小，真的完全不够。对啊，像衣服就已经真的都装不下，我需要大衣柜。买迷你秋自己就一柜，因为他的衣柜已经快满了，给大家看。他的衣柜已经满了，嗯，之后有其他地方可以收纳，这边就放主要他穿的就好了。对，之后我们有大的地方。就什么都 OK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这个空间真的就是这样子啦。但是这个空间也发生很多回忆啊，像我跟你求婚就是在那个阳台。你看，我们以后没办法回忆我们求婚的地点了。看一天回忆就好。也可以。对。对啊，还有很多回忆，真的。你怀孕的很多回忆都在这边，之后就不见了，没关系啊。没关系。好想我拍影片。对啊，影片可以回忆就好了。对啊，对啊。以后有大的房子就更赞这样。对，好啦好啦，真的告别这个地方也是好的。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整理？对啊，要怎么整理啊？其实我们东西感觉不多。是不多啊，就是你看现在柜子里面的东西全部装到箱子里面就好了。对，这次我们要搬的有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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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床不用，床是本来房东就付的，棉被、婴儿床。然后沙发，还有 Peter 送我们很大的洗衣机在外面。对，然后把它那一台可能最高难度啦，我觉得，因为最大台。我们请人家搬啊，我们自己搬。对，我们请搬家公司搬。啊，然后这次我们因为很忙嘛，所以我们请妈妈来照顾。嗨，妈妈。
阿嬷来照顾你，对不对？跟阿嬷好好相处哦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在这边休息。奖牌先收起来，到时候新家见哦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我们第一天进度是这样，上面清空啊，这个柜子清空，然后桌子底下也清空，然后这一柜也清空了。奶瓶类的应该明天继续收，差不多了。可以，你的化妆台也清空了。对。哇。其实很快啊，我们东西没有很多。对啊，这里也清空了，这里也清空了。好，进度还算不错。所以我们应该剩衣服，然后一些小杂物，然后还有清洁的东西。外面一些尿布，然后还有上面的衣服。好，今天进度算不错了。你看，我们已经清了超多箱出来了，清了这么多箱了，应该有15箱左右吧。还有鞋子。15箱，对，还有鞋子。你看我们洗衣机在这边，还有一些大箱子，然后尿布。然后差不多了，洗衣机是大魔王，因为这边过不去。我们上次啊搬的时候是请人这样子抬起来，直接搬的，3个人哦，这台很重。那就这样，明天见，明天继续加油。加油。搬的差不多了啦，已经剩下外面阳台啊，然后剩衣服，然后还有剩一些床头后面的东西而已。可以，我们已经搬的差不多了，剩下就准备要搬家了。只是觉得有点不舍而已。这个空间里面发生很多事情，可是就会觉得有一种它虽然小小的，但是很温馨的感觉。但是一方面我们真的是住不下，然后又很期待住到新家。对，像我要找衣服我又找不到。对，你看我们衣柜哦，是卡在床跟梳妆台中间。像我要拿一些袜子、内裤什么的，我就要就弯腰弯到下面拿。对，没有，是我衣服太多，然后因为这边的衣柜太小，就没办法好好分类。对，然后就会找不到。对，我们需要一个很大的衣柜比较好一点。对，我们已经有买了。对，我们已经去 IKEA 买了很多家具了。对，然后现在也已经装好了。对，然后就是等我们入住的时候了。很期待。好大的家。对，很大。我很期待 Miniku 再下一个家，就是可以开始爬爬。对，爬去啊，走来走去的，因为我们现在这空间真的太小了，不适合生小孩子。对啊，真的，两个人真的很方很好啦。对啊，就蛮期待我们的新家。对。对啊，旧家的回忆就让它变成回忆吧。所以呢，这一集我们差不多就到这边。然后呢，下一集我们就会开箱我们的新家了。哇！期待一下。看我们的新家，就是下一支影片哦，等于说看到这支影片的3天后，就是这个礼拜六，就会看到我们新家了。对，期待一下，开箱，希望之后有缘人租到也觉得这边不错，因为这阳台真的很棒。我觉得最难过应该是 Peter。对。好啦好啦，那我们最后一集。在这个旧家拜的影片就到这边喽，拜拜，拜拜喽，喜欢我们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订阅、开铃铛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The whole thing is so bizarre. Our last goodbye, au revoir. 'Cause I'll never forgive you.